对，对，把这个一划开，这个这一个了。是。我看他们好多用抓摁住胸就可以擒拿的，这是是不是也是这个角度？对，嗯，对方一拿，你看了吧？这一含胸，这反关节这儿一拘就行，这儿一结，对，这个手就一破，哎，对对对，这就拿住了。是啊，说是用身体拿，对，哎，这个也一样，往这一转，你看，这儿就拿住了，翘起来了，哎，翘起来了，哦、因为这个力点，我身体一含，你看这个，对对，这个角度你力量使不上，使不上，这个，哎，就相当于这样掰手住了，对，把这个一划开，这个这一个了，是吧？是，所以说这个靠身体的。滚动禅法来拿去拿对方。加微信庞洪国的拼音获取太极拳公益教学。